杨叔推荐房必定是好房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套位于高贵林市中心的两房两卫公寓，地址是1901-1188 Pantry Way。这栋大楼建于2016年，所在位置生活交通极其方便，步行五分钟可以到达天车站、商场、超市、大统华、沃尔玛、图书馆以及各类餐厅都在附近步行范围之内。我们这套1901位于19楼，朝南，采光非常好。进门以后，右手边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和烘干机，左手边整面墙的橱柜为您提供大量的存储空间。嵌入式双开门冰箱，只有在高档独栋别墅里面才能见到的电器，居然出现在了公寓里面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右手边的 U 型厨房是现在最流行的款式，白色的上柜搭配木色的下柜，再配上白色石英台面以及白色防溅墙砖、天然气炉头、嵌入式微波炉和烤箱，美观实用。往前走，左手边是主卧，朝南的落地大窗为你带来充足的采光。昆塞斯的床旁边配上一个书桌，依旧宽敞。左右两侧两组四开门衣柜，卫生间是双人洗手台，玻璃房淋浴，还有一个浴缸。这样的配置足以秒杀市面上的绝大部分公寓。两间卧室分别位于客厅的两侧，互不打扰。另外一个卧室的旁边是一个带浴缸的全卫，然后就是客卧，也是朝南，大落地窗，而且还带有一个阳台。这个两房公寓带有一个地下停车位，使用面积790尺，管理费331.25元，包煤气，开价是77.49个 W。透过落地窗可以眺望远处的风景。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需晴日，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大楼的顶楼还有健身房，可以一边跑步一边欣赏风景。有人说我不喜欢跑步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顶楼还有瑜伽室、会客厅，你可以在这里锻炼、办公或者是聚会，可以在这里看着风景畅谈人生，精致生活从这里开始。本周末对外开放，下午2点到4点，欢迎光临。